好，跟住要讲嘅系魔法少女季节嘅，我哋讲嘅第二套嘅作品啦。嗱，呢一套咧，真心老实讲就系话咧，好难挂，话俾你听，呢套嘢系复制品嚟嘅啫。呢套嘢系一套，唔系佢虽然系复制品，但系佢至少一样嘢，佢有警示性，话俾你听就系咧，手机游戏呢一样嘢唔可以乱玩嘅。尤其系标榜嗰啲无氪金嘅手机游戏咧，通常都系有啲加十。件有十二件都是免费货金，free to pay 都系，系啦，即系呢啲唔可以乱玩嘅就系。咁啊，跟住要讲嗰套啦，就系呢一个魔法少女育成计划、养成计划定育成计划系啦，总之系呢一套嘢啦。嗱，呢套嘢好简单而言，其实佢有一个即系嗱，我咁讲嘅，即系喺呢个自从呢个2011年。虛冤叫做咩呢？幫魔法少女史開創咗一個新嘅紀元，重新定義咗之後，係啦，即係你計依、這個係計依一個內頁之後，同埋光之美少女之後啦。係啦，其實光之美少女同內頁係同期嘅，都叫做佢跟住內頁嗰個位度走嘅，開創咗黑暗系嘅魔法少女嘅題材。嗰時我都講過嘅，即係呢類題材其實係有少少可一不可再嘅。之後都有幾套都係有類似嘅感覺，即係例如咩追逐還於太陽啊，之前我哋講過結成有內侍勇者啊，都係類似嗰種咁嘅感覺噶嘛。但係呢一套咧，俾我感覺咧係模仿嘅感覺係更加重嘅，一不但只係講緊個題材咧，係講緊玩黑暗版嘅魔法少女，而係裏邊啲角色嘅設定咧，都有啲重疊嘅感覺喺嗰度啦。係嗱，虛冤嗰套咧，佢黑暗只係一個表象，佢想做嘅另一樣嘢，但呢套唔同，呢套咧。黑暗唔係佢表象，佢本身想做咧黑即係佢冇諗埋嘅。應該咁講，呢一套嘢，我覺得最大個問題在於叫做咩咧？佢黑起來嘅位置咧，屬於一個好冇鋪陳式，就係話俾你聽咩咧？係啊，黑㗎，太突然啦！呢位就係話，喂，我覺得係好唔可以話突然，係突兀。或者正如啱啱有馬所講，就係虛冤嘅話，那個黑暗嘅劇情係鋪陳佢點樣帶落去後面佢想講嘅嘢嘅手段。呢一套嘢就係黑暗就係個主題咯。所以簡單嚟講、就是，呢套嘢冇嘢係冇噶，我就係想佢係黑咯。其實你難聽啲講一句係為黑而黑嘅啫嘛。嗱，呢個唔係一個問題嚟嘅，為黑而黑可以好有娛樂性嘅，但呢一套冇乜嘅啫，我只能夠話。嗱，個故事其實好簡單，就係、是、一開頭就係講話有一班少女，因為佢哋玩呢一個手機嘅免費遊魔法少女育成計劃嘅遊戲，然後跟住被選中咗，俾一隻黑白紅煙 QB 嘅新物，係啦，人手啦，你真係。就選中咗成為呢、這、一個，即、就、係、是、可以獲得魔法少女嘅力量。咁啊，跟住佢哋咧就可以就利用呢個力量就變身成魔法少女，咁啊行合仗義啊咁樣嗰啲嘢啦，係啊，做得好方便嘅設定啦，即係嗰啲唔會俾人認得出啊，又係咁樣啊咁樣嗰啲啦。咁但係咧，偏偏奇奇怪怪就係呢一個魔法少女咧，又唔單單只係做魔法少女嘅喎，佢做完嗰件幫咗人嘅好事之後係有回報。啲糖果嘅喎，啊虛冤小圓最後個 Happy End 有糖果送咯，咪咁嘅樣明唔明啫？佢而家未用到，究竟魔法糖果有咩用啊？但係俾我個感覺出嚟就係佢同之佢同小圓嘅靈合嗰、那個設定，其實我諗相信好多人都會認為就係其實係有關係嘅。呢件事係其實冇關嘅，唔係應該講唐哥佢講過嘅係排名戰，即係每個禮拜有排行榜嘅就咁呢個排行榜定你嘅魔法少女，我唔知有咩排行榜啦，你當係貨金 game 入面有啲奇怪嘢啦喺度。不過佢又反其道而行嘅，通常貨金遊戲裏面排行榜就係最高嗰啲名次嘅，有獎勵啊嘛。佢、就唔係貨金排行榜，其實佢叫做咩咧？充分榜其實即係叫努力得。大家撇開咗貨金 game 呢、這個呢個問題先，即係大家唔係話大家貨金貨得多，你就有好多體力，有好多體力嘅話，你個分力又追唔過，冇呢個咁曖昧嘅問題。佢呢個係唔使貨金嘅貨金 game 嚟，先更加恐怖嘅。佢咪老實咯，唯一成隻 game 唯一老實嘅位置就係乜嘢啊？依就係一隻無貨金遊戲啊嘛，免費遊戲。咁先衰，即系 Pokemon Go 唔紧要啊，你出行啦，有咁远行咁远啦，要不停行去出去做嘢帮人咁先有。因为故事教训咗你，佢做咩就比免费更加贵嘅嘢啊？个问题在于系嗱，呢套嘢正系为黑而黑嘅地方系在于乜嘢咧？就系嗰只黑白嗰只蛋散，系我用蛋散去花布系啦，呢一只生物佢不停制造呢一个魔法少女出嚟，然后跟住去到一个点就话。我搞錯，你哋係咁扯力量，好似話，喂，你叫你係鼓勵佢哋去做呢一樣嘢，
但係然後跟住話俾佢聽，又話冇啊，你哋咁樣做嘅話就個會力唔知咩嘅力量會枯竭，所以咧我而家就要裁員啦。唔係佢話係土地問題嚟，嗰一個係你用 face 個靈物系統就講得翻啦。點解呢啲嘅東牧師嘅靈物得咁多，俾七個英靈咧？你只有八個英靈過嚟係唔夠分嘅，呢個死機嘅嚴格。即係呢個就同香港一樣，都係呢個人多土地少嘅問題嚟嘅。咁你十六個人擠喺個土地度就唔夠力量。我可以話一件事就係話呢一個位，即相比起用小圓去形容嘅話，點解呢個位我哋會覺得係差，或者係大好多人會覺得突兀嘅位置係點解呢？小圓嗰型 QB 係唔會做一啲借助呢啲少女嘅力量，佢係有一個運轉喺裏面，即係佢唔會潛越呢個運轉。而家就係咩呢？係好似呢條友突然之間腦殘，計錯咗數。嗱，佢話俾你，哎呀，我計錯咗數啊咁樣。當然你唔知佢背後而家話日後有啲咩理由，但係你而家咁去 present 一件事，我就話，喂，你揀嚟啫，其實即係你根本一開始就係想咩呢？你就係想呢班少女廝殺。而個問題在於乜嘢呢？如果你係咁樣嘅，因為做到咁出場就係、是、即係阿媽係女人嘅問題，就係話，喂，嗰班少女一定群起攻之你㗎啦，即係嗰班少女唔攻擊你，跟住佢個問題在於乜嘢啊？佢哋魔法少女嚟㗎嘛？點會咁殘忍嘅啫？唔係佢開頭咁講嘅，嗱，總之衰咗嘅話就可能離開，咁佢冇講離開咩嘅，你當佢呃人喺度fake人啦。大家都諗住同佢講拜拜嘅啫。即係你呢個位就係 QB 嗰樣嘢，其實即係嗱，作呢個叫做王牌嘅黑心推銷員喺虛冤 creator 係呢個王牌嘅黑心推銷員，佢犀利在嘅地方就係咩咧？佢同你係講緊大道理，只不過係咩咧？喺一個宏觀視點上，我係啱嘅。喺一個微觀視點上，你係錯嘅，因為佢用一個話，喂，而家講緊呢個宇宙存亡嘅關係，喂，你死你兩件，我救翻宇宙千千萬萬想億想十億想笑嘅人，喂，你死而無怨啦，大佬，即係佢用呢、這個，而且就話我同你係唔同物種嚟嘅，喂，老實講話，我唔 care 喎，其實我唔係，其實如果老實講一句就係、是、嗰、那個。作者本身你想要嗰啲吉祥物係有啲陰陰質質啊，滲啲嗰一種嘅嘢咧，咁就高張啲。如果唔係咧，就直接啲話俾你聽，我而家同你玩屍殺遊戲，拉一 game 㗎啦，而家同你。而家就係大屠殺。大屠殺，佢又唔要咁做喎，佢又要，即係一個明知係我哋作為一個觀眾，我哋由第一集嘅第十頭一分鐘已經知道嘅事情，你真係搞三集就講到好似好恐怖咁樣，咁我係唔覺得有咩任何嘅驚訝。因為佢想做一件事就係咩咧？呢只嘢係咩咧？係嗰種黑幕就係話咩咧？原來可能呢啲劇集就係咩啊？我識你咁耐，你係好人嚟嘅，原來最後你係壞人嚟嘅嗰種。但係而家第三集係揾咩咧？我係好人嚟嘅，然後跟住第二集最近話我係壞人嚟嘅。呢種咁嘅反抽，老實講話，我唔覺得就係突然之間好似呢個角色原本係幫助我㗎，係突然之間跟住佢反叛，佢或者係佢原來佢係設計嚟陰我嘅呢一樣嘢係做唔到呢個效果。而家即係話咩咧？好人壞人，好人壞人，佢係咁掉個牌喺度咁。呢隻嘢其實根本上嗰、那個即係嗰種黑幕嘅設計係唔立體噶嘛，其實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其實嗰個作者係有嗰個意識知道係應該要將嗰隻嘢變成一開始好似好幫助你，跟住陰你嗰一種落慳你嗰種感覺，但係佢就唔知道應該點樣去描寫呢一個角色，所以最後先至咁尷尬。唔係，佢知佢係冇諗過要做，但我都話呢套嘢黑嘅，我使乜諗咁多？總之話咩係黑嘅，要死曬所有人嘅，全部死曬，即係你冚曬得啦。甚至係我諗有馬同埋阿鏡花，其實我哋開頭都會講咗一個問題，就話喂，你一開頭黑咗佢就話咩咧？冇噶，開咗個手機係就係乜嘢咧？就已經係話咩咧？我係夾硬要你做噶啦，而家就係咩咧？你哋依班就係被選中嘅魔法少女，就要去廝殺嘅，係啦，就唔知為咗啲乜嘢。我覺得你呢一個位置，跟住你可以話簡單就係咩咧？你俾個好大嘅理由就係咩咧？我哋就係要等你哋廝殺到唔知一個人定幾多個都好啦，就係成為最後真正嘅魔法少女，就可以拯救呢個人類。呢、這個好似係某某聖杯遊戲嘅玩法嚟喎，呢、這、一個係。唔係冇問題，我覺得喂，你而家咁樣嘅玩法，我覺得話你係開頭咩咧？叫做俾咗，即係俾咗啲好似好虛浮嘅希望出嚟，或者好虛浮嘅正面信息出嚟，然後跟住就係咩咧？跟住就夾硬執咗一啲就係咩咧？冇噶，我其實係想寫黑嘅呢個劇情，跟住就黑咗佢落去。而裏面嘅角色亦都係有趣在於就係、是、嗱，因為本身你話即最努力，我哋女主角阿白雪啦，作為一個魔法少女，即係玩咗一個禮拜就已經係可以排到 top 嘅，你就知道前面啲人根本上就係 hea 玩嘅啦。anyway， 唔好理佢，係啦，咁。跟住仲有嘅就係話佢一位青梅竹馬，應該係青梅竹馬啦，或者個青梅竹馬係啦，男性亦都好鍾意魔法，即係呢套嘢裏面最爆嘅角色係呢一個，其實係咩呢？一個男生成為魔法少女，
我真係好鍾意呢位男神即係嗰個性少女。佢講咗一句說話呢我好深刻嘅第一集嗰陣時佢就係話啊我聽過吉祥物講呢即係一個男仔嘅魔法少女都好少見㗎咁樣。咁我真係諗緊啊你自己講句說話出嚟嗰陣時係唔覺得啲咩問題一個男仔嘅魔法少女咁即係一個哲學性嘅問題。近呢幾年多好多呢見慣見熟就冇嘢。佢真係變咗身我聽過真係變咗身囉真係。而即係好多觀眾或者好多嘅人都認為就係咩呢佢係成套嘢裏面角色或者叫做咩呢啲鏡頭動態上呢擺落去呢係最能夠滿足觀眾嘅魔法少女嚟嘅。跟住我俾個答案大家就係、是、大家要明白即魔法少女呢喺呢個世代裏面係唔係俾女性睇㗎嘛係俾男性即係呢個係咩呢個係男性嘅夢想嚟㗎嘛所以作為一個男性嘅佢所以先能夠展現就係咩呀大家夢想中嘅魔法少女係乜嘢。佢呢啲叫咩呀內行呀呢啲叫做。專業。係啦其他嗰啲呢唔係想做魔法少女只係想幫人啫。錯佢哋係打機會一人逼咗嚟都可以係嘅。佢哋幫佢做嘅。你見啲人冇諗住搵糖果㗎你見到係冇諗住做咁就。呢個亦都係因為糖果嗰個設定開頭其實你唔係鋪得好足就係因為始終就係小園裏面其實呢一步係逐步嚟嘅。佢而家係啲咩呢隔硬就係鋪咗將一啲設定出嚟。因為其實就算 even 小園嘅零核嗰個設定其實都係去到中期先同你 present 呢一件事話咩其實點解你要激到魔女呢樣嘢之前其實都好少提零核嗰樣嘢其實最後話咩佢變身器嚟嘅咋嘛佢係。即係而呢一度呢其實佢好快就將呢啲情就係咩呢慎防好似就係啲人覺得就話嘩你如果咁樣嘅套路咪同某某作某某名作好似囉就是、小圓啦其實講緊嘅就係話係啦。咁既然佢就要咩呢盡快將佢自己想喺呢一個黑暗魔法少女題材底下嘅一啲嘅特色就即刻掃曬出嚟。我覺得其實係呢一個位嘅心急令到而家呢套作品就係佢睇落喂真係唔好睇㗎喎。而去到你話頭兩集嗰陣跟住終於頭先我哋都講過次就話喔喺16位魔法少女裏面每個星期糖果數最低嗰個呢就要被褫奪魔法少女嘅資格。咁褫奪之後嘅原來褫奪嘅方式就係死亡即係仲係心臟麻痹嗰隻跟住我話咦踢屋嚟㗎喎原來。係啦呢個係。只要肯定嘅呢條友真係好鍾意呢一個黑暗系嘅作品。其實講咁多呢就係明白到一件事情就係呢如果呢呢一個故事呢唔寫魔法少女四粒字呢就一般係生存遊戲嚟㗎咋嘛。嗯。係啦佢講糖果嗰個設定其實就係一般嗰啲草分你知道最低分嗰個就要係俾人淘汰出局。但係點樣攞個分數其實你唔係單止係攞上要係同人互相地比拼先攞分數嗰樣嘢㗎嘛。第三集依一樣嘢就係咩呢其實佢做到唔到位就係咩呢佢冇應用到其實配有一個系統就係其實佢做呢樣嘢跟住佢中間裏面講過乜嘢呢第三集嗰隻咁嘅黑白蛋散去講嗰個問題就話亦都係有啲人發現咗你哋呢其實呢熄咗個終端機呢其實啲糖果呢都係可以搶人。即係呢啲嘅設定好你會令到就係咩呢我哋其實諗唔到原因就係咩因為你根本唔係用個 apps 嗰樣嘢即係嗱呢樣嘢你弄返嘢結成有內事勇者嗰度佢係有應用嗰個手機嗰樣嘢即係雖然佢唔係應用得好多但係叫做咩佢基本 concept 佢係用咗嘅但係呢一套嘢就係咩呢冇我哋係靠個手機個應用程式令到我哋獲得魔法少女嘅力量而我哋獲得魔法少女嘅力量之後就係咩呢其實你應該係要俾人印象就係話其實一切都係源自於呢個 app 其實你一開頭第一集裏面其實應該要唔多唔少涉及就係講話呢個 app 係點樣玩咁啲人先會諗到其實你唔可以搵條友就講出嚟其實冇意思即係呢個人其實係咩呢有條友諗到之後去實行呢個計劃嘅時候跟住你喺有一個人中咗伏之後呢喺佢面前大談呢個魔王大計劃咁樣嗰時佢講出嚟即係先有呢、這個跟住啲人話咦係喎、哦、即係佢就冇做呢嘢就係話俾你話冇㗎 ,app 㗎嘛咁梗係可以交易㗎啦梗係可以排名戰梗係可以搶人分㗎啦即係呢啲係咩呢一個好天真嘅設定嚟㗎佢視為理所當然咗咗將個事情冇錯其實就正如係我哋一直都講緊嗰樣嘢咋嘛就係點解例如嗰個吉祥物又好到嗰個魔法少女嘅嘢到依家依一個排名戰所有嘢都係個作者好知道呢啲情節係點應該需要放落去個作品度但佢唔知點樣鋪排唔知點樣描寫所以全部都係夾硬放落去用啲最簡單方法囉用角色嘅對白講出嚟囉將代作者講咗出嚟咋嘛其實佢係佢唔係做設定佢係講設定呢下係呢一套作品裏面我覺得係最突兀同最大嘅問題而裏面嘅
唔講設定呢樣嘢，即係設定呢樣嘢，我覺得就已經係去到就係無可挽回㗎啦。而佢最大嘅問題就係咩？佢連角色嘅分佈部位佢都要抄曬小圓，呢下先係最大問題。即係你好老實講話，你要 present 一個作品話，喂，魔黑暗魔法系嘅魔法少女，係咪淨係得小圓呢個寫法先？即係當年嘅時候係咯，佢當年嘅時候。唔係佢，即係佢睇到呢套嘢，佢就話：哇，我都好想做呢套，或者叫做咩咧？可能佢有另外想話：哇，我一早諗到啦，不過你寫咗我先。咁 OK， 我唔理究竟係邊一個嘅原因，但係我都會話，其實你寫作裏邊即係不嬲都係話：哦，你先守咗嗰條友，當然係一定贏㗎啦，因為佢最早去 create 呢樣嘢出嚟啊嘛。但係有冇係後手贏嘅？其實係有㗎。即係後手用翻呢個設定依然，但係而家係咩咧？佢係兩樣嘢都輸曬，其實係喺三集裏面就係、是、你個忍者少女咪即係小燕咯，白雪咪即係小圓咯，小圓咯。咁然後跟住聖少女係咩？聖少女咪即係學者咯，或者係西尼加咯，或者係嗰個魔女係嗰個學者，其實啊聖少女就西尼加咯，感覺就係咁樣啫嘛，其實。所以感覺就係乜嘢啊？佢擺脱唔到嗰個影子啊！成個事情就係、是、咁樣。當我見到一個差啲嘅複製品喺我面前睇嗰陣時候，我心諗點解唔睇翻個好啲嗰套原作咧？即係原本嘅作品咧咁樣。而呢樣嘢就係頭先阿鏡花所講一樣嘢，就係話：喂，呢套嘢唔係魔法少女都得㗎。魔法戰爭都得㗎，呢套嘢係即係等同於就係佢套一個乜嘢主題落去呢嚿嘢，即係佢唔係食住個主題啊！呢個就係最大問題咯，即係佢為魔法少女而魔法少女咯。正如啱講就係、是、生存遊戲嘅本質嚟嘅啫嘛，唔一定要放魔法少女嘅設定。佢俾我感覺就係、是、我見到魔法少女加暗係呢樣嘢紅啦，我將一個本身可以放嘅題材夾硬再加多魔法少女四個字落去，就覺得可以賣到，咁啊太天真啦，只能夠話咁樣嘅話。少林傳師玉成計劃係啊，又可以寫到啦，係咪先？得噶，绝对可以噶。其实佢嗰个魔法少女设定，放任何嘢去都得嘅啫。抄埋食击落去，系啦，你中意食击都得噶，其实系咪先？你中意钓鱼啊？你跟住话煮饭煮碎抄好噶，嗰啲糖果咪变晒钱咯，或者变晒襟章咯。你中意偶像都得添，你中意嘅话，有几多人宠物小精灵都得添，你讲到 Dead TV 真系。系啊，佢嗰个魔法少女设定系冇，佢冇应用过乜嘢叫魔法，即系佢。我老实讲，甚至我觉得系佢根本唔知乜嘢叫做魔法少女。佢超能力嚟，每个人加一个超能力啫嘛，冇分别噶。呢列都系咁啊，冇嘢噶，一样啦，做啊。即係個問題，我覺得係佢根本係俾我哋睇出嚟嘅印象就係佢根本唔知道呢個題材究竟係點樣嘅，佢甚至佢唔理解呢種題材，佢可能佢好理解咩叫黑暗系，但係佢唔了解咩叫魔法少女。其實佢認認真真去做翻一套黑暗系嘅玩生存遊戲嘅，大家咪鬥智鬥力，互相廝殺，可能仲好啲。即係擺翻少女，然後跟住話咁少女點樣打咧？咁啊就咁係啦。咁你而家咁樣就反而浪費咗我三集。但係生存遊戲好多唔一定就講到好似會好黑暗咁，講到要生存咁樣，但係其實冇任何意義。呢套嘢其實叫做比近似嘅話，雖然佢唔知點解而家做咗第三季啦，就係、是、之前有一套卡牌遊戲叫 Secret Letter 嘅呢一套嘅遊戲，佢嘅第一季其實同呢套而家俾我睇到嘅感覺係好似㗎，就係乜嘢咧？我突然間攞咗張卡片，然後跟住咩啊？冇㗎，你話俾聽，你攞咗之後咩啊？你賴嘢啊！而家係嗰個玩個卡玩到家破人亡嗰啲咁啊，玩到要死人㗎嘛！你係要，但係至少 Secret Letter 夠去得盡啊嘛，揭絲底裏啲啊嘛，啲角色咁即係啲角色夠賤咯，係啊，咁好睇啲。簡單嚟講，就係喺第一季裏面，我覺得除咗某幾個角色裏面，全部都係 bitch 嚟。所以咪講咯，為黑而係冇問題，但有娛樂性先係重要啊，大佬。你係要受到嗰個下限，佢係咪想咩咧？想受一班就係咩？依班佢哋因為有佢哋只係有魔法少女嘅力量而被稱為魔法少女，實際上佢哋同一班傑斯底里嘅癲婆嘅癲婆係冇分別嘅咧，可能得個其實係，但係個勢頭唔似係咁樣咯。佢仲係想有一啲保留，哎呀，我係其實人似嘅魔法少女，但我要同人競爭喎，咁樣嗰種嘅衝突感啊嘛。係即係嗰種善與惡之間嘅內心掙扎，跟住你見到佢整隻好似黑白紅咁嘅嘢，你就知道就係咩咧，有白有黑咁樣咁樣嘅嘢想。係啦，但係好明顯就係佢撈唔到一樣嘢係咩咧，灰色地帶。個灰色地帶，我覺得先係呢一啲作品裏面就係嗰個味道，就係其實好老實講就係 QB， 你如果問嘅話，其實大家都覺得佢係一個好討厭嘅角色。你問邊個就話哇，依只嘢真係唔死都冇用咁樣，因為佢咩咧？佢分到就係咩？呢啲角色係真啲女角係真係好可憐，係真係俾呢只咁嘅黑心推銷員坑到阿媽都唔認得噶啦。但係喺另一個轉頭嚟講，就係、是、一個宏觀視點，佢作為一個黑心推銷員嚟講，佢真係一個王牌嘅黑心推銷員嚟嘅噃。佢充滿住駁斥唔到嘅正論先，你都更加恨之入骨啊嘛。係啦，即係話你覺得就係哇呢條嘢，你要追佢咁樣，你因住你翻屋企小心啲啊，嗰種咁嘅怨恨喺裏面就話，即係你想佢就話你善惡盡頭終有報。
过马路小心啲啊！你即系嗰一种咁嘅憎恨，先系呢啲作品里边，哇！你会觉得就系话，到位啦。但系呢套里边就系呢一只嘢，你见到就系咩咧？耍白痴啦，讲啲唔讲啲啦，讲埋啲嘢又其实冇道理，亦都冇嗰个设定喺里边。六个字讲完咯，自我感觉良好。都系嘅，总之我叫你哋劈就劈啦，我快啲开刀啦，真系嘈乜鬼啫，真系咁啫嘛，系咪先？呢套嘢嗱，我哋用翻我哋嘅数类模式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小看为妙嘅，其实系真系，即系大家无谓嘥啲咁嘅时间。我情愿话你要嘥咁嘅时间，我真系喺而家呢个 moment 里边，我睇咗三集里边，你睇多次小圆算啦。再唔系重温多次卡牌嗰、那个，今季有新番咁。三季啦，小圆冇男人、啊。你睇嗰个咩僵尸嗰一套啦，这样算是这样算是僵尸猫套啦。O K， 即系呢啲，我觉得就系话呢一套作为一套魔法少女嘅作品，即系而家其实叫做玩到其实几到头，即系大家而家系寻求紧啲突破，但系系而家有个病态就系咩咧？为突破而突破。应该玉成嗰个唔系魔法少女，系作者自己先。我讲完要讲嘅嘢啦，冇补充啦，法官大人。系啦，好，咁我哋呢套介绍就去到呢度，咁我哋去下一套。